说吧，到底怎么样才能放我出去？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求你呢。求我？帮你把你爹给绑了，放你出去找那个陆岩？不愧是我的兄弟。 可以放你出去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带我一起去。不行，此去凶多吉少，你留在这儿，帮我好好照顾我爹和二爹他们。我不答应。白石七已经出事了，我不能再看你在我面前也出事。白小姐，她……找不到了，她被逃出英都的领族，给害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 凶压寨的人复仇抓走了十七，我救出十七后，让他去太平村等我。但这一切都是我自作聪明造成的。他那么信任我，我有真的对得起他的信任吗？我也有错，那些灵族因为无家可归，心存怨念。 所以才造成今天的局面。白石七死后，我就在想，灵族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群人？你是灵族，阿行是，代代也是，可你们都是好人。但是那些杀害别人的也是灵族，他们就能说翻脸就翻脸，去杀害无辜的人？我觉得。 无论是人类还是灵族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，但苦衷不能是作恶的理由。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就像别人都觉得我们不正经，可我的所作所为，我觉得对得起百姓和良心，我就觉得我们不算坏。只要能保护弱小、惩恶扬善，无论是灵族还是人类，就都值得钦佩。 所以你就带我去看看吧，看看这个和灵族有关的地方，我想亲自弄清楚。十七，还等着我们去给他报仇呢。况且，小爷我福大命大，回马枪我也擅长，死不了的。你也少不了我。